你在干什么？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你就不怕感染吗？ 你来了这里一个多月，怎么什么都不准备？就算你什么都不准备，好歹也问问同事啊，公司里都有什么。对不起啊。拿着。谢谢。 你连个创可贴都撕不开吗？问你什么你都不知道，连创可贴都要蹭老板的。你长这么大，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吗？我撕得开的，但是你一直盯着我，我就特别紧张。哎，对，紧张？这有什么好紧张的？你在电梯里，在机场跟我争论的时候怎么不紧张？ 这么简单的事，完全都不用经过大脑，肢体稍微协调一点就能做好。你到底是靠什么长大的？亏你还叫李慧珍。疼不疼啊？疼。是得多疼啊？ 阿忠，我今年轻点，你忍一下。你的本事是不是都留在跟我作对上了？我没有。你没有？你没有为什么没事总冲冲嚷嚷？别人说什么话你都听？连不是你干的活你都要抢着干？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善良，所有人都应该感激你？像你这种人。 是不是从小到大都没朋友？我有朋友，我有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。小的时候，我们经常互相帮助。后来他搬家了，我们就失去联系了。他就是因为我的善良才和我交朋友的。 所以，我没有必须要别人施舍我才有朋友。你这又是在跟我唱反调吗？那，你要觉得是，那就是吧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就算你什么事都做不好，什么话都不会说，但是你能不能自己照顾好自己？ 不然别人总让你做工作，使唤你，让你为别人背黑锅，都是活该。那都是我自愿的。自愿？替人加班，帮人打杂，这有什么好自愿的？替人加班也好，帮人打杂也好，只要是别人拜托过我的事情，只要是我自己能够力所能及做到的事情。 我都愿意去做，不管是再小的事情，只要我能够帮助到别人，我就会觉得非常开心。或许副主编您不太了解我这种小配角的心情，也许我就像你说的那样，什么事都不会做，话也说不清楚，但是在这个世界上，一定有我能够做的事情。即便是这样的我。 也会被人需要。每到这个时候，我就觉得这种感觉真好。
我真的非常珍惜这种感觉。已经很晚了，所以说我不需要别人知道我的善良。我已经非常满足于我这种小配角的生活，我也感觉到非常幸福。反正像我这种小配角也永远不会跟副主编您这样的主角有太多交集，所以我只要做好我这个配角的本分工作就好了，让你们这些主角闪闪发光，我就已经很开心了。啊，那谢谢副主编的创可贴，那我就先。怎么会没有交集？每天在同一个屋檐下工作，怎么可能没有交集？已经走远了，该转身离开了。明天上班不要迟到了。好了。副主编，我上班从来都没有迟到过啊。忙你的去吧。好嘞。谢谢您的创口贴。对不起，我。天空留不住长泽也会不成河，你我舍不得那首老情歌，听他的人是否怀念过。我刚才都跟他说了些什么？幸福是过去的。我怎么会跟他说这些呢？